至於我同佢個關係都好簡單啫。我喺1993年參加 Goldman Sachs 喺投資銀行方面做投資嘅。李山先生咧就應該都係1990年參加 Goldman， 應該比我遲咗幾年。但係 exactly 邊個年頭我就唔記得啦。咁我咧係同佢係 Goldman 嗰個同事，所以其實我同佢個交情同佢個緣分就好耐啦，就係、是。差不多1990年代，大家就識得就係朋友。我同佢個太太啊，同佢屋企人都幾熟噶。所以咧，佢今年3月份嚟行過嚟揾我咧，都唔出奇。跟住咧，去到巴黎咧，就見到歐洲嗰啲新冠肺炎越嚟越嚴重，就嗱嗱聲跑翻嚟香港。過咗幾日咧，李生咧就打電話俾我，就話：哎呦，你見下面哇，好啊好啊，你冇見你啲咩事又傾啊？不過咧，我哋最近咧搞緊一個黨，問都想請你過來啊，點啊點啊傾下啊。我就同李生講咧，我就話咧，喂，多謝你都話俾我知關於呢個黨。不過咧，我自己關於呢個青年的 committee 呢啲，我都覺得我未必夠時間，未必夠資源做咁多。我可能都有先最主要 focus 上做呢個明日大嶼呢個計劃，都好多嘢要做，都要用唔少資源。所以我就真係唔好意思，嗰啲黨我就多謝你都諗到我，但係我就應該係冇時間同埋精力去參加啦，都請你理解。不過咧，你要做呢個大基金咧，我一路都知你有呢啲志向，同埋咧，如果你又揾我幫下手咧，都冇問題。但係咧，我就有個要求咧，就係如果呢個基金起得到咧，如果將來做呢啲明日大嶼又好咧，青年公寓又好，又需要用錢嘅時候咧，我都希望呢啲基金可以投資啲呢啲。如果有呢個共識咧，我冇問題，我俾啲時間，俾啲精力 support 下呢個基金就冇問題。但係黨呢樣嘢咧，我都希望呢個黨咧，將來都係支持我呢個明日大嶼呢個計劃，青年公寓嘅計劃。我佢就話：，誒、哎，其實我係全國政協委員噶嘛，咪我好快就全國政協又開會，哎呀好啊好啊，咪你可唔可以喺全國政協咧都俾啲？不過係係啦，我哋全國政協可以政協委員可以寫提案噶嘛。其實呢個提案咧就應該講係我哋 joint 啦，因為佢係全國政協委員，唔係，所以由佢以佢個名義提出去。但係呢個創藝呢個創新共創合作呢樣嘢，我提出嚟，咪有啲提案，有啲細節我都要參與喺啲。俾啲意見啊！全國兩會之後咧，佢都要行出嚟喺啲報紙，好似經濟日報啊，做個 interview， 佢都要提過呢個明日大嶼呢個用一人一股啊呢啲概念都要講過。咁所以我覺得咧，坊間有啲 confuse 就話啊，呢兩個人係咪一啲？其實我覺得都唔出奇。其實咧，佢都有貢獻噶啦，因為佢係全國政協寫提案啦，啲國家啲層面係嘛？因為我唔係全國政協委員噶嘛。同埋咧，佢係啲公開啲場合又好啦，私下啲 meeting 又好啦，都支持呢個。咁我已經表示過對呢個明日大嶼呢個項目，用公私營合作嚟做明日大嶼呢個項目，任何香港人 include 咗任何政黨。如果支持我都非常之歡迎，同埋衷心的感謝咯。同自己打個恭喜咧，就係咁樣簡單。